我在国内的经历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些文章，要求中国的民主，当时影响了很多中国人，所以中国政府把我抓起来，我在监狱里过了18年的时间。Can you spea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experience you had when you were in prison in China?那些讲起来就太具体了，我只想让你看一下我的牙全是假的。如果像人们想象那样是被打掉的，可能痛苦还少一点。实际上是他们因为营养特别差，牙齿开始生病，然后他不给你治，然后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牙齿永远在那儿发炎，然后呢永远在那儿痛苦。而这个在监狱里是最小的痛苦之一。就我来到美国以后呢，继续从事我在监狱里没办法做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工作。我们除了团结所有的中国人以外，我们还团结中国周围这些国家的各个民族的和各个国家的朋友，因为大家就是刚才讲到，大家有共同的目标。We want freedom. We want freedom. 我觉得我们这十年以来，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的人都来了。我想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好不好，要看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给予人们的自由有多大。我们工作的一个几个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其中之一就是要推动西方的政府来关注中国的人权。因为我们所有这些朋友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政治家他们更愿意去帮助共产党，而不愿意帮助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我想说的就是，你支持人们争取自由呢，可能比较困难，但是那个付出的劳动是值得的。就是当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民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美国人的自由也不是完整的。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说出这个意思：我们是人，我们要自由。And we are here today. We want to speak out what we want. We want freedom. We are people.Free China. Free China. Free Tibet. Free Tibet. Free Uyghur. Free Uyghur. Free old people. Free old people. 我的英语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Sorry about my English. Please forgive me.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在一起。I thank you all, and let's get together and unite together. Thank you.